我怀疑有非法雇佣童工的疑虑。那没关系，今天为了庆内宫圣诞千秋，先不罚我们的馆长了，不然我们要报劳保局来抓。为这一群非法童工掌声鼓励，平均年龄都不超过十岁，观众不用客气。非常好，这是我们龙狮文化的传承。来，两侧边对开，来，冷兵怕推，只要你们听到我讲冷兵怕推，就是往两边退后哈。看庙会要有专业的素养哦，冷兵怕推就是两侧边往后。